游戏要玩接力比赛，看到腊肠，你们想到什么？热狗。你们这些，哎，太 C 了吧？什么答案？没错，就是热狗，而且他们穿起来就会更像一个大亨堡。所以我们等一下的游戏就是腊肠门分两队，三个接力点接力赛跑，热狗装就是接力棒。四主要帮自己的腊肠穿脱热狗装，再带腊肠跑到下个接力点，最后一棒需要自己跑完全程，最后由完成秒数较少的队伍获胜。我们第一组的小朋友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三二一，开始！麻烦快点，这边快点！我发现这位爸爸好像不知道怎么脱衣服哎，这也不起啊！变成大很饱了，好啊，走啊走，脱不下来。脱妈妈的衣服，走玩不够，不够，那边，一头雾水的样子。对啊，一个最后一个。Cooper， 哎呀 ，Cooper， 再来，没有，再来，还没，快点，耶，到了，两分好多。Go！ 第二回合都准备好了哈。好。那我们这里的最后一棒是谁？最后一棒是何启。那丰田就要跑全场。没确定。预备，我数到三开始哦。一、二、三。他是用拖的吧？妈妈硬拉的。阿公，这个肚围扣不起来怎么办？乖，好，下一位，第三棒。他的肚子有点大哦。对，怎么办呢？剩太多了。他的肚子 OK 吗？妈妈，我们14岁的小朋友哦，阿公要登场了，阿公，哥，耶，不哭。哎呦，目前很顺利哦。可以啦，快，可以。2分50秒，1分54。Good job， Good job。心跳强哦，他跑超快的，不止他跑超快，丰田也跑超快。现在是颁奖时间，大队接力，哎，第一名的是第二组。爽哎，弄给你吃。好，当场就吃。对，直接喂给他。哇，这你喜欢的。哦，糟糕，我打开了。好。1、2、3。再见面。赫喜超爱的。
我是 Sandy 吴珊如，这是哈西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